西庸山上的歌咏，天竺人影在西庸山上歌咏赞美你，同时也影响你花爱乐。主内教友大家平安，一起唱歌一同赞颂的时间回来了，我是江佑仲神父。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歌曲是一块梅饼。以前在韩国天气变冷时，用燃烧梅饼来弄暖房间，然后烧掉的梅饼就变成一块灰烬的时候，它被人丢在路上，被拆得粉碎，再也看不到以前梅饼的形状。但这块灰烬在冬天滑滑的路上盖上去，让行人有安全的步行，直到它的形状连一分灰烬我们都看不到的春天为止。就这样，一块梅饼为人类的生活用尽它的一切了。我觉得这首歌曲的作者透过这块梅饼提醒我们人生的价值从哪里长出来。其实这首是一般的歌曲，就是让人反省人生的价值，但我们身为跟随耶稣的教友，听这一首歌曲就容易想出耶稣的生活，好像这块梅饼燃烧的形成一样的感觉。那么让我们听这一首的歌曲一块梅饼。天主降福大家，谢谢。
명이알고있다는듯이제몸에불이옮겨붙었다면하염없이뜨거워지는것온몸으로사랑하고나면한덩이채로쓸쓸히남는게두려워나는그누구에게연탄한장도되려하지못했나보다하지만삶이란나를산산히으깨는일눈내려세상이미끄러운아침에나아닌다른이가마음놓고걸어갈그길을나는만들고싶다그길을나는